不是脸上，不是，不抽这里，不抽耳朵，抽鼻子那里。那不能。你耳朵堵多长时间了？那医院给你讲出来，硬磨的。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。哎呀，这是这是咋了？嗯。能在一块里边啊，你要不他说你都是说你头发还在，还痒痒，有时候还香吗？嗡嗡的，嗡嗡的，这听不见是咋的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一大块，长这么大，那不是？看，你看还有，是这么大个儿，那真的，难受不住。发白胀，嗯，发白就是发胀，发胀，我不敢掏，我也不敢。黑头黑毛，他又是黑头，摇头上的，就怕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得试试，你要这样，我就说了，别尽量别毛，别干软的。不行了吗？不行了。上场没啥意思。嗯。那细线儿子的。这毛细血管堵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堵得快两年了，一年半多了，两年了。嗯。没治。没治是吧？那个粗点血管堵的。嗯。